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包粽子呀。包粽子。明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昨天还在梦见你想我了，我就来了呀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这几天去哪里了呀？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所以就没有来。你还好吧？对不起，阿妹，主要是我家里有点事，所以之后我就一直在家里待着。最近在。你家里现在事情处理完了吗？对，处理完了，处理完了。昨天晚上我梦见你想我了，所以我就连夜赶过来了。在跟他们一起玩。你们是在包粽子呀？你们这个粽子有点特别呀。就端午节了，你们要。包粽子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这小朋友好可爱呀、啊！我看他们在这里玩，然后我就想起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也经常跟他们一样用泥巴做各种饭。那你们为什么不亲自包粽子呢？奶奶看到你肯定很开心。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走吧。嗯，好，阿妹你先上去，我马上上来，你先去吧。阿妹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弄豆子呀。弄豆子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提了那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明哥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叫你不要买东西了吗？你来了就好了呀。阿妹，我刚刚看到你跟小朋友在那儿用泥巴包粽子玩，我就想吃你包的粽子了，所以我就去跑了。奶奶，端午节安康。我们今天来，下次不要买那么多东西啊。好好。你怎么还买了粽叶呀？我这山上有的呀。山上有吗？对呀。我害怕你们这边没有，我就买了一点。浪费钱，我们这里有的。你下次不要买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包粽子啊。奶奶，我们包粽子给你吃啊。玩那么久呀？其实小时候我能玩一天呢。你能玩一天？对呀、啊。
放完了。对呀、啊。今天端午节了，到晚安开。